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博。我现在呢在工作的间隙间休息，然后呢，平时休息的时候呢，我会玩玩手机，听听音乐。那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的话，我可以去玩玩滑板啊什么的，就这样。然后今天呢，就给大家拍一个 vlog。一博，准备出发了。好，来了。对了，这个是一个超厉害的水，平时呢我就会随身携带它，然后也非常方便，可以放在包里，也可以放在口袋里，就这样，简单的喷一喷就很好。一博，快点！给你也喷一下。这个呢，就是我 pick 的超红好物，香奈儿的精华喷雾。